大家好，我是心灵。今天我们用超轻粘土来做一只可爱的小乌龟，一共要用到三种颜色的粘土，黑色、绿色、粉色。先用绿色的粘土来做龟壳，像这样把粘土揉成一个小圆团，用刻刀刻出龟壳的纹路。是不是一下就有了乌龟的感觉？接下来用粉色粘土做乌龟的腿和脑袋，这里一共要揉出五个锥形小绿团，分别捏出四条腿和脑袋的形状，粘在龟壳上。小乌龟的大体形状已经出来了。最后，我们再用黑色和粉色的粘土做出乌龟的眼睛，贴上去。好啦，一只可爱的小乌龟完成啦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呀？想学做更多可爱的粘土制作，记得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